干脆不要看学经历，直接看他们的作品集还有专业测试来进行选拔好。是神话集团呢？真的耶，你那么认真准备，终于等到机会了。我最近在神话集团上班，不能让他进来，我要阻止他进来。这种平凡中要展现不凡的全新的。今天不是有位新来的兼职助理吗？殷廷秀，打声招呼吧。2月25日晚间7点，未来综合台，他的神话。